Hi, my name is Richard. 多年以来，我们 GF 成型方案致力于研发可持续性的轻量化零部件。为了满足客户轻量化零部件的需求，我们将许多零部件一体化。此举大大减轻了产品的重量。在我们创新的过程中，保持开放的心态十分重要。我们每天都会学习新的知识，研究一些能给产品带来革新的技术。我们喜欢尝试新的东西，因为我们更愿意走出自己的路，而不是沿着现有的足迹循规蹈矩。当然，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面临挫折。如果方案的初次尝试没能成功，我们会重新检查产品的设计，不断的修改，不断测试，直到方案正式落地。这个过程也能给我们提供不少宝贵的经验。在开发产品的过程中，我尊重团队成员们的每一个想法，并鼓励他们要打破现有思维的局限。我们的项目能获得成功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勇于创新的开放文化。这种文化也能够为我们的客户带来价值。We pioneer sustainable innovation. Do you want to pioneer sustainable innovation with us?